没，一般是没有见到的人都要问一下，问候一下。我是这个真的。韩兄，对，爷很久没见了哦。前段时间在云南，本来想聚一下。没想过，要礼拜上。我礼拜了，我每个礼拜都礼拜了。对，很重要。带姊妹一起去。何龙还在。在中国长春。长春。他加了我的 QQ， 我跟他聊了聊。哦，是吗？啊。在 QQ 上谁联系了？哎，有联系。哎呀，好啦，电话没变吧，老师电话。再给你，要上爱心的。啊。